智商八个维度，分数代表你的智商高吗？哈佛大学的多元智能理论把智商分为八种，你哪个智商比较强？一、语言智商，熟练运用外语的听说读写的能力，你的语言智商很不错。二、逻辑数学智商，例如侦探柯南，善于运用数字和推理来思考，对科学新发展有兴趣，其实能轻松算清双十一折扣的你，数学智商也不错。三、空间智商，想象力丰富，轻松具有二维和三维空间的形象转换能力，画家、建筑师、设计师，空间智商都很高。四、肢体运作智商，善运用身体表达想法和感觉，对建造东西、户外冒险、跳舞比较在行。五、音乐智商，具有敏感感知旋律、节奏和音色的能力，迈克尔·杰克逊可谓世界极具影响力的流行歌手。你觉得音乐智商高的还有谁呢？六、人际智商，一般都是乐观开朗的社交人才，善于感知他人声音、表情、情绪，团队领导和白衣天使的人际智商不会太差。七、内省智商，懂得认识、洞悉、反省自身，心理学家、教师等都有出色的表现。八、自然探索智商，喜欢探索自然和社会的奥妙，拥有认识动植物和其他自然环境的地质学家、农民大叔就很在行了。八种智商维度，你占了哪个呢？评论告诉我。